Fender 与雷克萨斯合作推出了限量款吉他，灵感来源于雷克萨斯 LC500 跑车，由资深制琴大师 Ron Thorne 设计，整体配色采用了雷克萨斯独特的蝴蝶蓝，在不同的角度呈现不同的光影效果。此外，碳纤的护板、拉丝铝工艺的旋钮、哑光黑的硬件都融入了雷克萨斯的元素，